之前啊，有小伙伴问过我啊，本身有胸可不可以用胸贴？那么今天我身边刚好有一位大胸的女孩子，来说说你的罩杯。D 罩杯，大家想看 D 罩杯用完胸贴挤胸会是什么样子吗？来试试吧。好的。现在已经穿好了，就是挤了个胸。真的，真才实验是吧？这个是真胸啊，这个是真的女孩子的胸啊，不是我这样的假胸，不是我这样硬挤在一块的。但你们不信，我可以让它晃一下，晃一晃。晃不动吗？这个 D 罩杯挤完之后成意了吗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是吧？好的。你把这个拽一下，这样更明显。好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在视频里看的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明显啊，但是我在现实中看，我去，真的好大，我真的以为这我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胸。